好了，夕阳西下，正好车子已经整得差不多了，厂里面已经有一个给你适应的小营地，也是木板做的，有水电桩，我至少开始整理了，把我们的新房车，那这是水电桩，看看水，还有中间绿化后面，排水的下水口，我至少开始整理起来了。今天有点晚了，先这边调整一下。小米，帮我们看家啊，在前面看好啊，我把你拴在这儿，拴在这儿，看着啊。小米要拉车了是吧？来，好了，一会儿太阳都落山了，东西多啊，搬了半个多小时了，还是要车子大。你看，在前面放水，放在这儿，这里面放工具、电枪、小米的狗窝。户外这边，户外也可以，还在整理，两个车的空间都大，所以放好多箱子、被子，一样样理过来，一定要空间要够，才能放得下这么多东西。再看这边的储物仓，底下储物仓地方大，上水管、下水管接好，那电线、水管、工具就放在这边，因为加水都在外侧的。水电都在这外侧的充电桩，我还买了两个三角锥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这边两边放好就挡住了。好，准备烧晚饭了，理一理。那胡子哥的房车停在这边，刚刚提好，昨天晚上就在这边了，因为在厂里面再调整一下。房车等会儿参观。我们今天先讲一下比亚迪，我们的唐 DMP 如果要打开后备箱，有七种方式。很多人觉得开一个后备箱有这么复杂吗？有七种吗？对，至少最后一种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开，在哪里开。我们先说最简单的遥控钥匙，拿了遥控钥匙拿出来双击，后备箱就打开了，双击就可以关上嘛。当然这也有开关的，双击这也可以关上。这是一种车辆常规的，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开关啊，如果不带钥匙光带手机开车，在这儿也按一下也可以开的，这是肯定的。带了钥匙一脚踢，就踢在这下面扫一下，也是打开的一个方式啊。装了拖车杠它反应会慢一点，不装拖车杠反应就快一点。当装了拖车杠一脚踢还是好用的，但是你带了拖挂房车不影响的，拖挂房车在这个位置装的，一脚踢要踢在这个下面的，所以说它两个不影响的。走第四种方式，常规的基本上每台车都有，是在这个地方按一下就打开了，要关也可以的，长按它就能关了，我一直按住它不放它就关了，它就停下来了，停在什么位置就停在什么位置，就停在这个位置了。这是第四种了。第五种现在开到一半没关系的，我用手机也可以控制的，手机 APP 打开之后它也有这个功能的，在手机上面我输入密码就可以了，这个是手机的，而且我收到短信告诉我后备箱打开了。我如果在很远的距离要拿东西，有人要帮我拿东西，家里人要拿东西，朋友拿东西，我都远程控制，同样的它是可以通过啊远程来关闭，它要跟你确认下面没有东西了，慢慢降下去。这是第五种。第六种我们要到车里了，切到咱们说第六种之前，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后备箱的打开之后啊，它是可以调节高度的。这是空调，这是座椅，这是门锁，这个是门，后备箱的门，根据你的身高高低来调整。它已经在后面在叫了，我可以调到一半高。如果你身高1.6米，可以调到80；如果你身高最高的，就调到100%。所以它这个高度是根据你的身高需求可以调整的。听到这声音了，那么这个不是第六种方案，是这样的。你好，小迪。在哪？打开后备箱。好的，正在打开，请注意车后方安全。好，打开了。要打开什么呢？关闭后备箱。好的，正在关闭，请注意车后方安全。这个时候你坐在驾驶室，有人要拿了你语音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退出。小的这就退下。好了，我已经说了六个开后备箱的方式了。那您的车有几个开后备箱的方式？当然不是说越多越好，只是说给你提供个便捷嘛。你有时候在车副驾要开，副驾如果主驾去拿东西了没打开，那副驾喊一下就是你好小迪。那如果远程的，不是喊你退下。
虽然不想让你失望，等我休息一下，再来回头见。你如果人不在这个地方，你去上班了，工作了，车停在家里，家里人要拿东西，又没钥匙，远程，你就把后备箱打开就 OK 了，这多一个方案。那么第七种呢，是保命的方案，就是救生逃生的方案，有很多车友可能知道，但是在什么位置怎么找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特别是唐的车友注意看一下，在后备箱哪个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情况，如果我们往后爬，所以说一直可以贯通的，所以这样的车辆就是 SUV 呢，就更容易嘛，相对来说爬起来更容易一点，这些座椅都能折翻的，翻下来的。我们到后备箱去看怎么爬出去。那么我们在紧急的情况下，一定要从车里面打开这个，也没钥匙，也没有什么工具，从后备箱怎么出来？我们从后备箱在这个位置放充电枪的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按键，这个比较隐蔽，如果我不说的话，很多车友不一定找得到，从车子后面都找不到，必须要打开这个后备箱的下面的盖板，在这个地方给来个特写就能看到了。拉，这个有个粘的，现在是粘的，双面刺的，毛刺刺的，拉开来就能打开后备箱了，这是应急用的，这些都在这个后备箱这个底下，好啊，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呢，按键呢是锁车和关后备箱一起的，按完了之后也可以锁车的一起。好了，下一集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的拖挂房使用的一个情况，双轴的拖挂房车。比亚迪唐的车身大小呢，其实还是蛮大的啊，能装不少东西，特别是后备箱。这个后备箱呢，有七种开门的方式。好，现在超市里去采购一些生活物品。小的，驾驶员，车位停的压线了，我只能遥控进去，应该出不来，太紧了。可以，就这样的，也可以。后面。倒出来再上去，不然主驾的门开开来会碰到隔壁的车，隔壁的车已经压线了，我们的车比较宽，这样主驾就上去方便了。